欢迎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另一盘对局，这盘棋呢是由陈耀烨对江东润，都是两位年纪比较轻的选手。虽说陈耀烨年纪比较轻，但是已经活跃在世界就是比赛的大讲台上了。对，拿过世界亚军，就是非常不容易。而且他是16岁，对，年纪非常小，差点就是拿到冠军的话，还能破世界纪录，对，能升直接升到9段。但不过虽然说失利了嘛，他也是输给了我们中国的古力。对，就说虽然说失利了，但是呢，以后路还很漫长，说不定。今年马上这比赛不就又进了32强了，说不定今年这比赛就有希望。确实是，这个陈耀烨好像一在世界大赛当中比赛还是非常神勇，是吧？他好像这个成长路还是比较顺的。对，心如坦荡。心如，确实是。我们来看看这盘棋，陈耀烨是执黑，黑棋是以错小目开局，白棋也是小目。然后黑棋挂角，白棋小飞。这首下手棋呢，黑棋没有选择比较以前曾经很流行的就变相中国流，而是选择了小飞进角。这个下的比较坚实一点。这个可能也是普招，经常也能见得到。这种下法也是有的。他可能根据自己的棋风吧，自己的喜好。我是觉得那个听棋友介绍，就说就职业棋友说，陈耀烨的棋是擅长走实控的，就捞控比较厉害。对，他所以说下的这个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实际上这步棋呢，过去都是这么下的，是很早的时候。现在布局快，步调快一点以后才开始走这种拆回来。如果他这位棋手啊，陈耀烨啊，他喜欢这个实力的话，肯定要这样比较坚实一些。是。然后实战白棋是选择了一间高挂，然后白黑棋呢是加攻。这个时候如果白棋黑棋如果这个时候不加，如果进角呢，金老师白棋这一代是不是就会抢先动手了？对，他可能就会在这一代可能会考虑飞走这种棋，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这个黑棋都在这个低位，对，三线上面。他这样当然也是有尖的，但是可能加击他的更多一点，加就更积极一些下的。实战黑棋是加，然后白棋呢选择了是拖角。其实这个拖角好像对，针对于黑棋这个加的话，好像白棋有尖的，也有往下跳的，也有好像靠的，好像选择还挺多。对，但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尖，一个拖进角，一个拖角。假如说小尖，黑棋应该下哪呢？小尖的话，黑棋肯定是要，比方说走这个，然后白棋或者拆出去，可以飞了，一飞它就跳。这样白棋下边怎么下它也很困惑。它凶一点说不定可以打入进去，也很难说。或直接往上飞，往上飞的把黑棋都压在三线上面飞回去，这个倒是有点损实力，有点损实力啊。对，他凶一点，可能有可能，我觉得还再加进去，这个倒也挺厉害。这样好，白黑棋就被分成两块了。这个也挺厉害的，就是说小尖的下法也还是不错的。但黑棋不一定这么走。黑棋我觉得是不是考虑就尖角？对，还有黑棋这一手，他的也有可能先尖。直接先尖。你要挡住的话，跳个一。跳一。跳个一比较坚实一点。当你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就摔了。对，比方说，这个地方要不交换一手，限制住它一下，走一手，然后再把这个脚尖住，将来有机会跳它一下。白棋这个地方虽说吃掉了，但是好像这个地方刚好黑棋这个形状把白棋这个后势也给限制住了。对，它吃的也不是很大，就像这样的一个形状，这样形状不太好，效率太低，效率太低，碰了一下损。损一点，但是损一点以后呢，它官子还是有便宜的。对，这个搬砖是先手。所以说这个在大局上呢，这个黑棋还是占了便宜的。是。实战是黑白棋是拖进角，然后黑棋一搬。对，拖角就抢占实力。只要一尖角被他一尖，黑棋控很多。是。破。然后黑棋选择了是跳，没有按照以前比较古老的下法，是虎在这儿。这样的话是不是步调更快一些？更要求这边的发展。但是按道理，这个跳出来了，这个拆了出来了，这个是有个争子关系。争子关系。他这个有个这个飞，实战这个飞啊，实战走到这儿，
白棋上甄子有力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飞，过去是尖。哪儿甄子呢？啊，没看明白哪儿的甄子。还一顶。顶这个。啊。白棋是退还是长？啊，还是长出去。长出。你走这，然后再一点，哦，这就涉及到一个甄子问题。假如说白棋接的话，白棋这方可以贴回来，就这个甄子了。啊，他这飞了一下以后，他就这，你要是甄子有力就可以把它断掉，黑棋一顶就被甄掉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有这个，当然还有恰的下法了，黑棋，嗯。就说黑棋，假如说这地方要选择拆二的话，不虎的话，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要。看甄子，甄子有力是比较有力，要甄子才能跳。嗯，甄子不利呢，当然也有对付的方法，也是可下的。啊，对啊，实战黑棋甄子就不利嘛，也就这么下的。嗯、对，这样下了就说有一些变化了。啊，对，实战白棋长，让黑棋跳。但是为什么白棋没有点呢？这甄子不利啊！现在他现在没点吗？他没点啊！实战白棋就算了，白棋实战是下的跳，跟黑棋这个虎就他要点的话，这个是正常的下法，粘上白棋加过来，黑棋有个挤的下法，白棋这方能挡挡住，他断，然后还要打这个，是啊，然后黑棋得接上，然后往下走了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往下走的话。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打完以后不行，不能打、啊、这个吃啊。他现在吃这个，然后这个是有的，这个下法，后火这儿。那假如不就被搬一个就被吃掉了？但这样吃掉是白棋好，这断然是白棋好。这个白棋打还先手，因为这个接先手，这个定式我认为白棋是明显好，明显好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一打呢，白棋一般不会这么下，往下边走。啊，他呢打的时候可以顶。顶，然后黑棋打是哦，白棋，对呀、啊，黑棋他不接了嘛，还可以打这打这个，好，白棋顶，黑棋粘上，然后白棋是粘，然后黑棋在长角，这样的话好像黑棋白棋就不没有像刚才那样能拆在这边了，这边好像，但是下面这方厚了，还是很，我认为还是吧，这我总认为这个棋是白棋，这边好有冲断，马上要冲断，你必须补一手，白棋再加过来，还是能走到这边，啊、白棋方向非常好，它外围很厚。我觉得这个定式是对白棋是有利的，所以说正因为如此，白棋的甄子有力这个下法就非常厉害，哎，黑棋只能这种挤了断才能脱险。对啊，但是实际上为什么白棋不这么下呢？嗯，那就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吧，啊，他没有按这个普通定式这么下。嗯，因为韩国棋手他也是经常出新的，勇于创新啊，勇于创新这个，但是创新归创新，有些东西呢，不见得会好，创新的东西成果不见得好。嗯，他是不是有这么有研究？如果有研究，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。这个普通研究他是大家都有定论的，我觉得对白棋有利，他对白棋就应该往这样下。他是我觉得是不是担心陈耀烨有什么什么比较严厉的手段，所以说他没敢往这儿点。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实战这个跳，白棋跳跟黑这个虎交换，嗯、好像如果有棋不能走的话，那岂不就亏了？敢换第一杆就亏了。那只能这样，你看自己的棋性也不好，这样子再又搬了冲出来，什么段比较薄这？这一带。这个白棋没有得到木，也不是很厚，现在要。啊，必须要进来给他捣捣乱了。对，必须要就是怎么看攻击这两边，因为毕竟这两个棋好像是猜四的，隔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。如果被他连上了，这个白棋没走到木，你看两边都被黑棋走到了，肯定不行的。是，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是尖冲，然后黑棋先爬一个，然后白棋长，黑棋往上一贴。就黑棋肯定是不会一招一招跟着白棋往下，让白棋把黑棋给封在下面啊。你要走到这哈，他就查，你要再过我就把这个给你盖住了。你要走到哈，说明顶一下，有可能就挡吧，我觉得、啊、挡住也行，挡住我顶一个还是挺挺的，挺麻的这地方啊，顶一个。但这边形状好不好？对，你要不顶这个他拐出来了，还是想顶，还是想顶。他既然想爬过嘛，他肯定是要过了，还是要挡、啊、那这样黑棋没法看了。这样黑棋确实是不行，他全爬三路子、嗯、就是说你三路子爬得多了，在布局阶段是应该是不利的。对对对啊，这个外边太厚了，所以说
黑棋龙不能老爬，爬一下就够了，哎，够了，就先缓和一下白棋挡的这个力量，就是如果不爬被人家挡一下的话，感觉就直愣愣的就下去了，这样好像稍微从心情上来说不是很好，而且黑棋对这个子的话，比黑棋长掉以后被白棋拐的话，可能伤的没那么重。对对对，还在于两个子他就不怕你们，对他没什么影响，一个子就不行。所以说黑棋先爬了一个白棋长，然后黑棋再走了一个，还爬了一没爬了，爬了一个，爬一个，然后就要贴出来，贴出然后爬了一下，底下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你拐下去，拐我就可以尖角，一个可以尖角，不尖角你拿它也没办法。是，这个时候黑棋是就先拐了，白棋拐下去，对，然后黑棋，哦，这个地方黑棋好像出动这边了，黑棋实际上是选择搬，开始我们就说这个形状白棋不好，对，而且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地方还多了一个子，可能这个手段搬出会更加严厉了，是。所以说这个白棋作战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勉强似的，是啊，从走成这个一个新的变化，我们确实是没看见过，对，像我们看他搬这个搬，然后白棋这个段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说只能挡，挡的话黑棋实在是次序我觉得是挺精妙的，黑棋是先断这个，这手棋比较有意思，你要单冲的话，普通感觉都是去冲，打七粘，还粘上，七粘，你这个地方你也不能断它，对，不能断啊。当你再断的时候，这样子可能就显得轻了啊。你看你并不并这手棋，要不你把它并掉，你要不并它就有可能走的时候你先虎一下，然后再把这个拽出来。你要并掉走掉，你再断，再断白棋就不走了，可能直接就跳一跳什么的，就弃了吧这两个。不过也不见得好，也不见得好啊，这个。黑棋的这个段是追求一种次序，追求一种完美。他虽然先断，这样自己要得占便宜，然后我还走得漂亮。就是，你好像必须走的，你走这被他蒙进去。这样子蒙下肯定是不太，心情上肯定是特别不舒服的。打出来，然后黑棋再来。黑棋再一冲，那白棋打七，黑棋一粘上，这样的话，白棋这个时候就没法往这儿粘了。因为这个时候黑棋可以断，虽然说白棋这方能打下，因为有了这两个子的交换，黑棋这一长，白棋这两个棋筋就被吃掉了。对，你打这个，他就算退这个，你提掉，打刺，你再进去。今后脚上还有味道啊！你这换了现在不走了，我就先藏起来。对，啊，这样就这两个子你还得跑，还不好跑，你还得打这种，那这个太痛苦了。是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交换，他只能这样，你断只能这样，你再断了，这两个字是棋筋，还可以逃跑。对，啊，黑棋这个形状也很坏。是，你打到这儿就不行了，这个一塌糊涂。所以说这个段次序很精妙，确实也有它的作用。先断了，冲成这样了。是，对。这个白棋，然后白棋只能提，然后黑棋一断吃，这个角非常的实力很可观。对。这个黑棋呢，吃的还是非常老实的。对。这步棋也是没有撑在这儿。啊，你要吃到这儿。这没必要撑在这儿。首先这儿会被他打一下。会被打。对，然后里面。啊，将来还有可能被他。这一代的气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有可能形成一种什么收气啊，比如说尖一手、飞一手。我靠这儿。拖到这儿。拖这儿。哎呦妙，你这一手这手狠啊！你搬的好人。搬还冲断，这个是有点凶。对，如果要往里拌的话，里面反正就终归有些味道了。局部好像都出奇了，你这一弄啊，你要得补这一搬，局部就弄不清了。这不是一个金，或直接冲断，然后一靠，好像里面已经差不多也活、但是还是这样好，这样没损那边，对，不损，这是要点。所以说，这个不能这么下，就千万不能贪啊。这个比较干净了。对，这个局部，朱老师，您看是不是白棋已经亏不少了呀？我觉得这个脚好像损失太大了。这吃掉42、46、22、26，这26七目棋以上了。对啊，而且白棋好像这一代也没有实战下了几手，这个地方也没有明显的就是能获利的，跟这个地方的损失所相抗衡的。而且这两边的子一人一个。这种布局是不是白棋已经明显落后了？实力损失太大，而且还得必须要封住。你比方你要先，比如说白棋这个时候如果是尖角，尖角是非常想下的一步棋，但还被它拐一下。对，假如你挡，我在里面一爬，
掌握你要硬吃，你走。哎，他就搬好就已经活了，搬一虎就活了。哎，就是。这可以挤，先别拱，到时候你吃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再来一块就可以走掉。不过也得小心，还走后一块，你要不走的话，还靠你讨厌。啊。一靠你有可能来不及了，走再冲你一下。但现在还是不担心的。现在暂时不怕，还得先补一手。是。这样被他拐了一下以后，这个断头露出来了，这跟榛子好像也是有利。对。啊，白棋这个时候。就不敢这个对白棋就没敢硬吃，白棋时段就是把这个给盖住了，然后黑棋呢也就很舒舒服服的活在了脚上，这样交换了一下交换了一下，他没拐，他是先接，然后黑棋一爬，爬了一下，然后白棋再压了，再压住啊，黑棋是不是可以考，似乎可以考虑先拐啊，似乎可以考虑拐一下，这样的话就让这样被白棋又压回来了，可能这个断点给断点少了啊。那黑棋这个时候往上一搬，其实我觉得黑棋已经很满意了，这个定型。整个这上半盘啊，这个上半盘定型，白棋什么都没有。白棋的两目，这挨着数一二三四五，能数个六七目最多了，但是目还不好数，不到十目棋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不能让对手在布局阶段拔花，但这个花好像威慑力不大。一个就是还花了很多个子吃这个子。对，而且黑棋周围都还有子贴着呢。所以这个头黑棋也在外面，所以说这个花威力不是很大，效率还发挥不出来。可见布局是陈耀烨占了上风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中国棋手有的时候我最近在看他们的棋谱，我觉得中国棋手跟韩国棋手下棋，就我们的棋手好像布局居然都大局方面都好，都比他要更胜一筹。这个是两个国家整体上的一种风格不一样嘛，中国棋手呢，鉴于日本和韩国棋手之间吸取各国之精华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韩国棋手还很直接，但韩国棋手他就这种直接这个力量型的也很厉害，他成绩还是比较好。接触战的时候就发力很强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得向他们学习他们一些优点，但是同时反过来，日本人这种棋手，包括中国这个一个。全局性的综合性的东西啊，比较强更强一些啊，所以说布局也是很重要的。是啊，现在他这个像这盘棋啊，下手的新手，他并不见得成功。对，不成功。对。但他们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，他老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不按常规下棋，往往就能发现一些好的一些变化出来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看看白棋在这个上边这一带作战，就说布局是失利了，看看下面有没有更好的能挽回一下，通过中盘毕竟是他们的擅长的时候了。对，那现在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边连上，应该是比较着急的一个事情。对，实战白棋选择的是大飞手脚啊，因为他连了，比方说我们叫做连片做成模样了，不要走一个中心点。中心点，但这个时候中心点明显就有一打入啊，打入是有，靠这边太近了，关键是靠这边太近了。现在这个白棋这么多个子啊，加上这个，你这么围就不太合适，要围可能也要围到围到这边，稍微靠远一点。但围到这么也没围住，将来一打入，你一尖里还一跳就跑了。所以说还不如手脚，还不如把棋手。所以说这个手脚呢也还是不错的。这样宽一点，这个黑棋打进去呢，也很无趣。对。实在呢，黑棋就这个时候没先这地方动手，然后直接是先拆了一个。因为他走得很低了嘛。而且又是大飞脚，这个连上已经是就是很扁的一个形状了。对，这样更不行，白棋不会这么轻易去围的，希望你进来，然后通过攻击，然后再占取便宜。对，就是说黑棋当然自己走自己大的，当然这个棋同时就是说反。白棋是不是有可能来走高的高啊？那这位黑棋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可能会进来了吧？比如说，这样呢，就给他这个在这儿，走到这儿，然后他不就他再转身过来，他甚至也可能不理你啊，就把这个模样给转向。对，这个是有可能的，但黑棋也有可能不为所动，比如拆这儿，拆这儿。那这个头肯定就比在这儿好很多，白棋。这样白棋要再围的时候，你要走跳了，他再往这儿，就高这儿。它的形状就会好一些，是啊，你走到这儿就没有下一手了。现在黑棋拆边，对，拆边，
然后白棋因为这个地方是大飞嘛，如果假如说被黑棋走到这儿的话，这脚上可能就会有手段了啊。实际上白棋就直接小小的拆了一个。对，他一个拆了这个以后呢，将来这个再围起来就变得大一点，说不定他等会儿就给你来这种围五路了，围五路哎，说不定就有这种想法，或者是这种机会就成熟了，或者是形势不是特别好的时候，我稍微下的过分一点，或者是顽强一点，啊，就有可能围到这儿了。啊，他先把撑大，一旦你的这儿有黑棋有子，黑棋有子，你就永远也长不大了，长不胖了。你就算走的话，黑棋就往中伏这样一掉一，他很容易钻进去啊。啊，就直接先冲着来了。你要这有子的，你钻进去，他还再把你包住，直接先给你包住。对，他还有可能把你包住。嗯。啊，所以说他先走这个拆二还是很好的。然后黑棋现在走的是比较均衡的，选择了往上跳。就像假如说平时很多时候像没有，就是说形状配合配置不是这样的时候，黑棋很多时候是自己拆回的，或者走其他地方直接往上跳的可能比较少。对，或者是况且这个还是小目啊，或者是把这个脚守住也是挺多见的。嗯，但守住这个脚可能怕他打住，但是这个时候肯定会打入。嗯，他就比较靠前了，但是退一步就不怕，退一步。但是白棋这个地方就拆得更远一路了。对，退一步为什么不怕？白棋打进了，还没有开拆的地方。嗯。该进一步，将来这个白棋还有拆二。是。但是退一步，如果只能这样了，你再走，他就会。对，会飞过了。就这个压过去的话，白棋的就势力范围就比黑棋要大很多。对，他。即使走成这样，他依然跳也是要点。既然这样，我还不如迈进一步，多一步、啊，多走一路，就是把你走得更小一点，我才能就花一手棋，嗯，也有一手棋的价值、啊。因为这个时候往中央跳就非常大，我们还要眼观全局的看着这一块白棋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拔花、啊，它的威慑力不是很大，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没有威慑力。嗯，对，它还就算你稍微不注意啊，它这个就变成后卫了。但你中间走多了以后呢，它毕竟只有一只眼，它还有可能成为目标。对。啊然后实战呢，这个时候白棋是忍不住了，得打了、嗯，要不然这个后势真的是没有。如果光靠这样子围控的话，啊、确实就是说比较消极不说、嗯，而且可能假如说被黑棋这样轻分压一下的话，啊、不见得能围多少。毕竟黑棋跳过以后，这个底带黑棋也有一定的潜力。对，黑棋很大，现在就是说，黑棋很虚的时候呢，你形成对围，那当然是虚的一方面，弱的一方面围起来合适。你这么多后卫，你不稀奇啊？你那么多子儿，你是得围点空。而这些地方才走零零星星走了两三个子，你要再被围起来，他围控的效率很高了，啊、就所以说这个时候打入也是很正常的，毕竟有白棋很厚，正愁没有发挥的余地。然后黑棋是选择跳。啊，黑棋这个它方向还是非常好的，通常这种手脚啊或者逼过去啊、嗯，逼过去呢，就这个形状差一点，还有可能就往上来跳了，你也没心情往底下过。对，渡过人家靠以后，你还关键还渡不过。还不见得好过，确实是。我们看为什么不好过？你走这个还。对，有一次，比方说粘上，它这一靠。一靠。哎，靠或者跳都可以。因为走到这一段就断了。啊，不能断，它退。哦，退这个。退这个。对对对，应该走这个，然后一断。断掉。嗯，这样一爬这就被断了啊，这还不好连，就说这个形状。那这么去逼过去，那意义就不大。如果去手脚了，它同样也是跳出去。对，这样这两个子就成为一个目标了。嗯，啊，这样攻攻它这个自然上边左侧一带的空呢，这个白棋容易围上。这种手脚，我觉得这个手脚是简直就太贪了。啊，确实是。既然黑棋见好就收，啊，他方向正确呢，他还继续观察他的意图。白棋这儿轻灵的一挂，大飞。他如果直接去走，这样错黑棋走行吗？黑棋就往上朝，我觉得他会搬的，搬这个啊，他会连搬你的。哦，这下一招白棋有点难，这地方有一点。是啊，他真点上这儿。这个也蒸不掉，那个也吃不了，这躲躲你浑身不舒服。嗯，是。这个白棋就心脏就坏，比较坏，所以说白棋还不好下，被他这么很柔软的这种对方柔软一跳啊，你就不要去较劲儿。当然，你要是看准了，也不说不能走。
既然他这么走，你就要小心了。所以说，当对方一出招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迂回，啊，往往对方都是想好了对策，啊，他既然这么柔软，白棋也拐过弯，对，都双方都在打太极拳啊，所以不能着急，还走到这儿。主要呢，这个就看黑棋出招了，黑棋要走这儿，白棋要顺势一靠，还懒得出去啊，没有意义，把它落地生根就完事儿了。对，你要再这样跳或者接起来，那我就围这边，我就走不走了那啊，这个时候可能再贴起来可以，我加强，你要再敢搬，我直接把你断。嗯啊，如果你这个时候走这个，白棋是不是这段也可以先压一张？啊，或者直接尖这个，尖这个可能行。你走这个，我再压。嗯，那可能再这样压。嗯，哎，将来再或者飞一下。对，哎，就这个也是可以的。下象棋黑棋是顶在了白棋形上，是尖在这儿。我觉得这个就说出看形状挺逗的，因为赶上一般是赶上像这个形状是很正常的嘛。然后这个地方白棋是挂的角，说这样反着挂了，然后黑棋可以尖顶。对，这形状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尖顶呢，也有它的用意。你要走着还搬起来，直接把这个子给吞了，还吃你这个。你要是往这边退，那黑棋一虎，这形状脚上。再一连扳哈，很有势，就退立下，也挺好。立下把它贴住，嗯，再爬它一下。对，这个白棋只能退，要退。那黑棋呢？再往中腹跳吧，啊，也可以。嗯，先把脚上实力先捞掉，嗯。对。所以说这个黑棋呢，它也不一定轻易肯退。对，那白棋是。往这儿还是往上走的，就这个虎应该是不能让黑棋虎着的，对，这样呢它就稍微比这个单挂好一点，单挂呢黑棋不一定尖，黑棋可能直接就把它靠断了，对，接上这儿压过去，当然黑棋这个也很厉害，把它扳断了，也非常厉害。嗯，然后白棋一断肯定是不能这样就随随便便的往上一扳，啊，然后抽黑棋把这边给吃掉。对，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就算作战不利的话，嗯，气势上也应该要断上去，是要断。对，啊，这个当然也是需要计算做后盾的，既然敢断进去，白棋还是相当的危险，毕竟这黑子多，这个地方黑子多，白棋是这个样子是像是杀不过的。嗯，黑棋接下来打他，接下来打白棋一粘，啊，总感觉好像白棋这个地方形状是不对的。嗯，这要吃他还是这一尖就把他杀死？应该把他杀死啊，也能把他吃死。对，啊，实际上黑棋是长的，长的还想多吃一点，嗯，你这个跑起来可能也很困难，暂时。对，啊，这一代作战这个白棋，第一感是白棋应该是不会，嗯，不会讨到什么太好的，对，太大的便宜了。嗯。让实战白棋一靠，让黑棋一扳。假如说如果白棋简简单单退，让黑棋一长，这里边肯定是不行的。或者黑棋走这，就虎一个吧，虎一个也行，虎一个。嗯，对，活着就这就已经死，你就不好跑了。你非要拽出来，我就算退，你可能也不行。对，或者尖这个，马上就要求跳下去，嗯，白棋两边不能两全，就可以了。可能长期是稍微危险的，还有一个点啊。对，我刚才长期有点了啊，所以他走到这呢，他当然还是有一些手段的。作为白棋来说，嗯，白棋实战白棋是连扳，这步棋呢是局部的一个好手。对，黑棋不好下了，黑棋你不能去吃它。对，吃的话，假如你要吃脚上，这一打完以后一长就死掉了。对，这一打提掉它，白棋长，这棋筋就被吃掉了。嗯，如果你只有接上，对，接的话白棋立，啊，这里面好像立或者吃住，说不定黑棋也能吃到白棋，嗯，但是下边脚上时空先损了不说，脚上可能还是他将来靠出来还有一些收气之类的下法，这样靠你，虽然你就这个时候就要冲断它了，嗯，这个还挺麻烦，你吃起来它反而有很多借用了，因为这个时候白棋已经就基本脚上哎有活了，安定了，然后再扳你。会遭到一系列的啊，粘上利用，我他就把你夹住，嗯，啊，这个全把黑棋给包紧了，是，嗯，这个
连扳呢，这个黑棋就也是一个不愿意退缩，目前的状况下的一个守金。嗯，但黑棋也有一招啊，黑棋实际上是往上打的，明知道这边有一个教区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往上打。但由于他没有先教吃到了，你打还不一定理你了。对啊，先打了就搬不进去了。先打就搬不进去了啊！这白棋也挺过，挺为难了。现在再打，那黑棋就算了，就算就转身了。先把这个子给先拔，脚上这个子先拔掉，然后白棋一把，黑棋一打吃。其实黑棋形状我觉得下得很舒服，非常好。这个形状你看，把这个子拔了本来就很舒服。对，关键你拔还差这还放了一手，对，效率更高。啊，这个地方。还是饼，还只能粘上啊！一个大饼，很郁闷，把这个棋下的、这个形状下出来，我觉得简直有失水准，应该说是吧？你像一个等两位棋手都是五段，江东人是韩国五段，钱仁烨是我们中国五段，好像中国五段比韩国五段要厉害一些。啊，他从至少从这盘棋，从这盘棋上看来是这样，差距有点大。这形状太漂亮了，一个眼没有，还可能还接着攻他。对，然后黑棋现在是一飞，啊，但你从这个地方比较窄的地方出去，嗯，对，然后白棋没办法，只能往外靠，然后这个靠棋和这个形交，哦，假如黑长是不是也形状也还可以？长还双出去，长单是一个本形，本形，哎，也挺好，但他可能现在考虑到就是说，白棋如果一旦这个出去以后，整体上这三个子还稍显薄，还有一点点薄，可能外面白棋太厚了。就是现在黑棋啊，一个这两个子不见得很大，嗯啊，而且它的重点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边，所以说黑棋要下得更轻盈一些。对，实际上黑棋就这么一飞，对，这个入机入离的给它走，你要搬不行，搬也还是好刷，这个你反而不好强封，不好封，离它远一点，它不会来吃这两个子了，吃这两就气了，就给它就完了，啊，它不走，不吃这两个子，它再刷，你就在外边走，啊，在外边这一来走去，这就非常好。对，实战白棋就是双了，然后黑棋又虚加，总感觉黑棋好像、啊。感觉好像有点那种下让子棋，这个很虚哈、啊。对对，一看就很飘逸，这种棋下下，很漂亮下的。这个、啊，白棋二四六八十个子在里边找不着眼啊、被他罩住。对，关键是黑棋现在白棋还不没法往外撞，往外撞的话，黑棋说不定你就是这样靠，黑棋就这么一扳，你又不能断，也不能连扳，这样的话、把黑棋走一度强出来的话，你自己的。的以前的后世就受到了限制、而且你自己还要在里面还花了几点活，对，这个白棋这个比较痛苦，很痛苦了，所以说棋要出头呢，它不能被它封在里边，现在黑棋在外边走一手走两手，它实际上对你中府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，那是要把这吃住，白棋又把这个很委屈的把这个吃了，这还被人家打一下，它只能藏在这儿、黑棋一飞了，你还只有一个眼，你可能最终还是要吃这两个子，但黑棋不一定要那个步步紧逼了，非要在这来，好像来攻你，就别弄急了以后，别弄一后手哈。这因为白棋它也不是那么薄，它也有眼位，所以说，既然人家已经低头，或者算了，算了，这黑棋已经走得很近，对，而且黑棋现在先手，嗯，其实这样你看这个战役，好像又是黑棋得了便宜，对。啊，黑棋这个地方黑棋大获成功、下边呢就是说这种也是大获成功，然后黑棋是不是也离胜利不远了？确实是，我们刚才说这一块有二十多目棋哈，二十六目棋单，但其他那有三十多目棋，下面肯定有十五目像。啊，二十六八十四二十三说的，啊，这就快四十目，二十六差不多肯定五十目肯定是有的，那白棋好像这个角是虽然看似很大，拆得挺开的，啊、但好像还是有点虚。是，这地方有点厚，但是现在先手权在黑棋手上，这个地方就黑棋先动手。是，黑棋这个时候可能可以腾出功夫来，赶快把这个白棋的模样给限制限制，不要让它起急，因为这个时候白棋形势已经不好。如果黑棋比方说也在对围哈，这也未尝不可。你围了以后，他到时候给你围成模样啊，对，你看不清了，有可能打。就变成复杂化了，对，所以黑棋还是这个时候得先在这边动手了、然后实战黑棋是先点了一下，
要白棋打，假如说他你冲的话，那黑棋可能就往上跳了，这样的话你始终最后你还是得补回去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四、啊、上面子多的话对你后续也是一种限制啊，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就老老实实的挡上，让黑棋这个时候一靠，嗯，这个是一个连贯性的连贯手筋，嗯，哎啊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手段，手筋在下边了，我们看看为什么手筋在哪儿，他搬搬，这个是最容易想到的，这个搬他一下，黑棋可以长，哎，白棋粘上，白棋粘啊，搬是粘上吗？还是一搬搬就活了，对，很容易很容易就活了，你一退我再爬啊，然后以后往一里长就活了，嗯，是，如果你粘这儿粘这个，对，这个时候黑棋就有手筋出现了啊，这个是，这个，对，拖了在二路，这个棋的好处就体现出来，就是，对，假如说你黑棋，嗯，白棋要长，我这就有这一冲，嗯，这里要求连回，这个地方呢也要求把这个给穿了啊。对，这个如果你走这边的话，我就打上就很轻松，啊，脚上就活了一块，嗯，这样这个白棋就落空失败了啊，嗯，对，那就说黑棋靠进来的时候，白棋这个地方还只能不能往这一头走，只能往下边走，对啊，你要想连着就只能小尖住，这样这个你毕竟就萎缩了一下，黑棋再一退，黑棋长，然后你退，就人家拐这东西又被压扁了，这地方黑棋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把你压压扁，或者先手削一削，然后再回过手来手自己要控，嗯，就可以了，这个黑棋目的还是很明确的，很明确，就让白棋一长，黑棋这地方还先断一下，嗯，试一下应手，看你是接这儿还是吃这儿，对，这样你接的话，这个地方好像挖这个都还是先手，挖完以后，三上哈，对，这地方马上就要叫吃，嗯，他就需要补，如果黑棋需要走后的话，就这么挖粘一下就可以了，啊，甚至于还会有一些别的手段啊。所以说打断的时候，黑棋是怎么，啊，白棋也就是接的，他肯定是不希望黑棋，毕竟现在外面这一带是，啊，主战场，就如果让黑棋这个地方压了或者一息的先手的话，那他的主控也就没法围了，嗯，对，这个接在这儿也是逼不得已的，啊，让黑棋一飞，对，这个时候他就走得快了一点，嗯，你可再飞，如果你先这么走，你再断他就可以把你吃住，把这儿吃了，对，啊，你拿他也没办法，哎，断后一个飞，当然你可以不走，就是有时候呢就断了以后不走，但很大，对，今后假如说黑棋把这边，假如说这个地方黑棋有机会下来的话，今后被黑棋这一长，这脚上谁吃谁也搞不清的，气，啊，黑棋再怎么也会收气，嗯，要收气，嗯，所以白棋呢还可能还是要围，这样呢他断了一下以后脚上就有啊，哎，有味道，要便宜很多，是这样，白棋一飞，然后黑棋跟着压，其实郑老师，啊，我发现就是说白黑棋挖这个是先手以后，嗯，黑棋在压缩白棋的空的时候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渐渐有些目数了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说限制一下白棋，白棋目数本来就它很厚，围一点点很正常啊，你看它在围的是四个的空，这好像也有十好几目的架子啊，嗯，这个而且是把自己加厚了，对，这个把黑棋确实下得非常简，你这样呢不给对方机会了，然后黑棋一压，白棋这个时候一搬，然后黑棋再顺势一冲，假如说你挡的话，我这就可以连搬啊，你只能就退，对，退了你搬它可以连搬，对，这个时候搬的时候白棋这个时候可以连搬，啊，但搬通常这个黑棋只有退，嗯，它可能接上，但也有可能继续压过去，它接上也不错，它就拐得一下，它就不会退了，如果下成这样的话，白棋控是不是还可以？啊，像这样，下面这个挖和先手打掉的话，嗯，一二四，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，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四六四八，接近有五十目的价值。啊，接近五十目，嗯，这是三目，嗯，五十三，五十五，白棋有五十五目，差不多啊，这就接近四十目了，差不多。对，四十六。四八，五十，五二五四五十五，那这样我觉得白棋还可以。像这样就挪黑棋下，黑棋再围一点空。对。有点看不清楚。有点看不清。有点看不清，这到底能围多大？嗯。
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手棋这个上面已经不是厚实了，这个这样的可能也还是黑棋好，因为它黑好还是薄，在围困的同时还需要逃跑，对，也可以就简单一点退也可以，但是这个时候黑棋有手段啊，我们看黑棋有什么手筋，黑棋这个时候先打这个挖针，我已经不甘于这个地方挖针，这个先手便宜了，我要从你脚上出棋。对，这个是最狠的，也是此时由于白棋连扳以后连对产生了一些这些手段，没有连扳这个手段不太严厉。对，黑棋白棋只能粘啊，那黑棋这个时候再扳，对，这个是好点。就黑棋白棋就是没法往这儿打，往这儿打很明显这个地方就被打折了，就被穿了，这地方这那就跟以后没关系了，就是啊，这被打穿了。所以说白棋这里只能虎上，让黑棋已经最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打劫。对，这个啊，你要是比方打到这儿，这个打到这儿是不是跟这个可以跟做劫？对，你最起码的这就有一个劫。他要是一旦把你打赢了以后，他不是说这个打劫有打劫，这地方还有棋，他跟那还有棋了。对，我们可以看这有法师冲，然后白棋打，黑棋打，白棋只有长，黑棋再打吃，这地方应该能先打的。对，能打到的。然后再爬出去，再爬你这地方白棋没法挡上，只能往后退。往后退的话，这个棋黑棋是四棋，白棋也是四棋，但黑棋先收。对，一打回去，他还有可能用这个把你打回去。对，这个棋一直给你绷着，你不一定打得赢。对，这样的话白棋有点惨了，这地方。对对对，这出大事了，所以说他不敢。所以说黑棋虎的时候，其实可能这个时候断正的时候白棋往这儿接，其实这个手段就一直成立的。对，一直有有一个隐患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看黑棋什么时候动手了啊。就是如果这边没有棋，比如在这儿的话，其实里面也有棋的，对，这个倒是问题。虽然说我这儿不出这边的棋，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这个是小问题了，这是非常小的一个问题。你做劫我打不赢你，我打这个我再提这个。对，这个地方就是稍微有点关小关子皮。对，有点小。对，接可能用，用这个打劫，那看能不能打回来。反正这个也挺累的。是。啊，就是也有点这种可能性支持。然后这个时候白棋一打，黑棋就做劫，白棋一提，然后黑棋一冲。这已经白棋没法挡了，挡的话黑棋先提你粘，就说这一代的手段我不先走，用当做劫才来打。对对对，那这个白棋好像全局也没有那么多劫才可以做，而且这个地方黑白棋也是那种很多味道的劫才太多的地方。这一冲的话他不能硬了，这个不能被他打赢了，现在杀了他只有消劫是吧。对，这个时候白棋把劫给消了啊，这么消劫的话，主控就被人家穿下来了。这个可以说是接近于崩溃了，还打到这儿。打这。等于是人家黑棋在冲的时候，在脚里边自己补了一手棋。对，就相当于这个时都没走，黑棋冲，本来这儿穿应该打上，他不走了，跑这儿走了一个，其实这些子都可以拿掉的。啊，他当然是损了一点，他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稍微损了一点，损了一点点。但是从效率上来说的话，这些子其实都可以拿掉。然后把黑棋把这边连冲，相当于一把飞刀，小飞刀这地方。对。那这个实在是白棋有点惨弄的。踢他。啊，怎么这样？那这个时控，我们刚才说，本来如果白棋能全部围上的话，时控就说。时空上还是其实差不了太多，但是全局可能黑棋更主动一些，后一点，但现在这个控主控都被人家穿破了，那你可能就没法看了。确实是这样，控就可能是有问题了。对，实战白棋一粘，这个还比较粘。黑棋一退，黑棋下得很温和，是吧？他也不惹你啊，就退一个算了。可见陈耀烨虽说年纪小，但是经验很深厚，功力也很厚的。对，他这个。
平衡感也很好，见好就收。对，这个白棋还要白棋呀，就说如果现在黑棋如果往下走的话，这个地方可能黑棋不希望被白棋这个地方先打一下，可能还是先把这个头给扳扳正。对，既然白棋都还要压，对，还要压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先尝一个。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再往下穿，然后白棋一吃。当黑棋拐的时候，白棋很痛苦，连这个挡都不敢挡，还只能是提在这儿。对，提到了或者尖到了，或者尖在这儿。啊，其实在这儿可能对上面这个头可能稍好一点。尖在这儿的话，毕竟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。对，就是说这尖这关子好一点，当他进来的时候你关子好一点，你在这还一下就跳到这里。是。所以他很难选择，像这种地方就是考验你神经的时候，啊，想后就提到这儿，提到这儿目数不好啊，将来黑棋就补一手算了。然后这个时候黑棋也很稳扎稳打，小尖这样给围上，毕竟也厚，而且还是有一定的目数的。对，那黑棋这都围上了也挺大，白棋是不是还得进呢？还敢不敢进呢？也不太敢。白棋没走，白棋是这块没活进，还不敢撞后，撞后了这样死。白棋是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提了几个子，而且这个地方白棋很厚了嘛，所以说白棋想方设法在这一带动手，在。白棋时段是尖冲，深入虎穴。哦，这地方也不叫虎穴，就在这尖冲，就说寻求一点战机，要不然这个白棋的全盘厚的话就没法施展。嗯，哇，这手棋要有点勇气，就是说，要突破到黑棋的这个空中。嗯，这步棋可以说拼命了。啊，普通一点是点到这个位置是比较安全。那点到这黑棋这三个子残子就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还可以在外边给你走走，或者就跳一个方就完了。是啊，就是没有什么紧迫感，走到这儿，他还要反靠到你之类的。对，反靠。嗯，这是棋有。然后黑棋呢也很凶，黑棋我就把你给围进来啊，你圈进来，你敢入进来我就吃你。这个也是。得理不让人哈。但如果真的是能算得清楚里面没棋的话，那也应该这样。那是，那肯定。所以双方就要比这个计算力了。白棋进来的时候还要选点，一个哪个地方凶，哪个地方不危险。你现在走到这儿是不是有危险了？那就要看实战。实战，白棋这儿尖冲。嗯，白棋看样他也走这个尖冲很损。是，这两手交换。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像是好棋。对，他由于为了救这一个子啊，他是没办法，这样再钻出去啊。然后黑棋呢，我也不封你要吃你，我就把这个断连给补上，我只要连连上就可以了。对。然后黑棋白棋一尖，黑棋又挡上，然后让白棋就说，虽然说。我们说这地方可能黑棋是有一点点的目数的，但是如果真的让黑棋围，黑棋也不会在这儿围。对，然后白棋进来也没破到多少，然后自己跑了块孤棋出来。嗯，刚才是实际上围不出什么目，这还有二十多头半。是。中央黑棋实际上是没，基本没目，现在呢可能也没什么目。对，白棋这手进来其实也就是为了寻求战机啊，就是看看能不能把黑棋分断啊，这个是他最想走的。是。现在以后你现在走出来，他走出来。这白棋跑起来也很怪，如果单纯只是逃跑的话，是，划一手棋没有意义。他肯定也是想把黑棋给分断。对，白棋当然就是想这个地方冲断了。这个断好像不太成立吧，这还有一挤。断到这儿，它会有贴住你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贴住的话，就你要不断。它这还一夹，是不是有一个夹住？怎么都把你弄死了，飞也飞死了。就跑不了了，是吧？这个断不着，断还贴一个厉害，你不能走。就是不能断那你就不能走这个地方你。那既然不能走，断不了的话，就让他别走了这个、地方。对，那就别走了。就赶快跑吧。那就不能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尖冲也别进来了啊。我觉得是不是就在这一带？走走。着急了，这不是？形势不好。形势不好。哎，正常的应该比较这种飞一飞啊，然后跳一跳算。是。啊，他非要进来给搞事儿，那这个。陈阳也不让他，那肯定不能让他，这个是。然后一挡，白棋这时候没法断，只能往这儿一拐。啊，黑棋一粘。啊。然后白棋还往这儿冲，他往这儿冲干嘛呀？真是。他冲完以后，这也不能回家，也回不去啊。嗯。那你这儿一走，
我这一双骨肉把你还是给卡断了。他肯定是回不去，还是很回不去的。他要跟你拼了，还也不想回去。他不担心黑市把外面给他封住吗？实际上黑市就是这一封呀。正常呢，还应该要保险一点，应该先在这边拐，压走，然后再压一下。拐一手不行啊，拐一手不能再被他藏，你要走这儿，他就藏进去了。哦、你千万不要出头，你再跑还给你两个，就真的给你占了啊！这一作战就搞不清了，你、哦、你这好不容易跑回家，这边又不好办了。嗯，就是拐的时候，黑棋得自己补回去，他就补一手啊，补虎到这儿，假如黑棋虎这儿，白就把这个给围上啊，可能空还是不够。这一带有没有些什么棋靠出来的手段？不怕，你这还得来卖了，你要不卖，我随时一下。我把你三个子给吃了。那要是黑棋是不担心的，这个、哎。你要在这地方送一卖两下就走后，黑棋应该没什么担心。但是白棋也没办法，他最终可能也只能这么想办法，这个连回去。现在他可能是可以说是失去理智了吧？失去理智。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往这一冲，嗯，然后黑棋往这一挤。啊，先挤他一下，先挤一下，挤一下是不是跟气有点关系？跟气有关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就气都已经藏在下边来。嗯，它是防止你直接搬家，不好。是不是冲啊？这地方有一搬啊。啊。挡上，我先冲吧。是。不打是。先打掉或者单断。单断。接上。就有一搬。搬，它走到这儿，然后再一冲。啊，扳着一下这一冲，对，有还是有点齐的，还叫跑掉。嗯，啊，所以黑棋每下一步呢，都是有想法的，或者是想得很周到的，对，面面俱到，再把我的毛病给弥补掉。嗯，就是说，你既然你都已经冲起来了，肯定不可能舍得把这个给弃了，然后把。跑把尾巴跑出去，把头在里面，所以说也得连根拔起。但这样的话，被黑棋一夹，整块棋就被吃了。啊，就是这样，这那就这盘棋也就可能就差不多就下完了。对，这时候白棋一点，黑棋一挡。嗯，这是120-125，黑棋中盘获胜。对，就不管说这一点呢，还是比较好的。点了以后，他对立变成先手了。对啊，官子可能便宜一些。不过倒也无济于事了，主要是在这个中盘作战的这个，黑棋还是下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啊，特别是在这儿，很精明的手段啊，他是从这个打了连扳，这个充分体现这个，陈耀烨还很敏感对这个棋，不仅控捞的多，对接触战的时候也非常的敏感敏锐。陈耀烨这个棋子啊，实际上他下棋非常认真，就对棋啊这个。应该是下的兢兢业业的吧，这个陈耀烨嘛。啊，今天我们也祝贺陈耀烨能进入16强。对，今天据说就我们当时能中途看了一些战绩，好像目前来说就是范蔚晶输给了李世石，然后胡耀宇输给李胜浩，其他几位于斌老师还在奋战以外，其他中国选手都获得了胜利，可以说是全线大捷。啊，确实是这样。我们两位是输给二李，也是他们最强的一个棋手。对对对。这也是情理当中吧。嗯，也不奇怪。今天，而且我们今天这两盘棋呢，也是获胜了。讲这两盘棋，也对他们表示祝贺。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